枪，所以你一定要有自己的长项。本场比赛场裁由国家一级裁判赵子龙担任。比赛马上开始。这场比赛的场上裁判是当年赫赫有名的散打王，无差级的冠军赵子龙。没错，这场比赛是女子的挑战赛，获胜方将获得优胜奖。好，来看一下双方第一回合的比赛。场上的红方选手，这是来自河北本土的选手，上来双方开始拼腿。好、小帅腿，经典的小帅腿，红方。小方张伟丽开始对，张伟丽这个拳腿结合还真不错、对，又是一个正蹬，一个恶心脚，阻击。这时候要冷静。小胖的这个相对来说，这个拳啊，落点更猛一些。上来的这一顿猛攻啊，进入地面了，打住地面了，啊，裸脚，裸脚，把对方斩平了，应该这个该有了，哎呀，很快就认输了。这个小胖对这个立体搏击的这个理解啊，远远超黄梅在这方面确实要弱一些，没错，把后背露给对方，对，特别转入地面之后把后背给对手，这真是严重的在这方面经验不足。红方选手张伟丽降服获胜。